The floor is lava!先点个关注，好好观看这一把游戏对局。五分钟之内单杀这个龙王啊！开一局五分钟之内啊！先看一下我天赋有没有换过来。OK， 天赋换过来。完了呀，我这一把没带巨伤。全军出击！多少给个眼，哎，不合适，兄弟，有点恶心啊，这五分钟之内就杀不了了，哇，草里蹲，带个毛的海闪啊！我不带海闪我也打得过啊！不是吸血鬼打龙王，不是手拿把掐随便打的吗？你们玩吸血鬼为什么会打不过龙王啊？我觉得最好打的就是龙王了，真的。打龙王站在小兵后面和他打，不是随便打吗？五分钟之内单杀这个龙王啊！五分钟之内。哇，我刚才漏了两个小兵，有点难受啊！我说实话。消耗一波吧，好吧。被打了个闪，然后还漏了两个小兵，相当难受啊。EW 触发相位往后拉，这点血让他跑了，我没闪现，我有闪现的话他就死了。刚才一级被打了个闪，有点难受。等个小黄猪。OK， 那么直播间还有不会玩吸，还有不会打吸血鬼啊，还有玩吸血鬼不会打龙王。不知道怎么兑现龙王的，好好观看这一把游戏对局啊！五分钟之内开局，五分钟之内单杀这个龙王啊！现在还有2分30秒的时间啊！这波下路四个人，我们不去了。这波去下路捞不到好处的，挑战我们就不去了。把这空投捡了回家。这波直接走，这波不和他打，准备单杀了啊！回家补个装备，准备单杀的。单杀就在这一波了啊！直播间所有人，现在把你们手机上面的录屏功能给我打开，好好录下这一波单杀，反复观摩，反复观看，好吧？这一波的话，龙王要回家，等他回家再上线，等他上线了，我们再杀他。先给他一个补装备的机会，好吧？等会儿你们又说这龙王没补装备，对不对？给他一个补装备的机会。哎，触发相位往后拉，先消耗一下，捏吸一口往后拉，着急慢慢打，这波给他越了，但是他塔下好像有个果子，他这波塔下有个果子的话就不好越了。
这么快被挂了个猪肉，先拉开。打死，对不对？我多了，开局5分钟之内单杀这个龙王，没有和大家开玩笑，对不对？我这波好像还死不了，我有血池的。哎，不着急，我们先卖一下，我们血池不着急交，到现在交，对不对？ 让给他一种能杀我们的错觉，把他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我们再放血池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要是一开始就放血池，他开个大招直接跑的话，我们杀不了他的。单杀他有什么用？别人龙王打团英雄。刚才直播间是有人说吸血鬼打龙王不好打，我才这么样子说的。而且我跟你说一声，吸血鬼也是打团英雄啊，而且吸血鬼前期有多么弱，应该不用我多说了。 你非要和我犟的话，那就是你对，好吗？就承认别人优秀就这么难吗？我想问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波先回家补个法爆，先回家补个法爆。我在路上。补个法爆，准备接资源台。OK， 那么这一波单杀龙王值不值得大家没点关注的点个免费的关注了呢？我想问。 我疾跑好了，我疾跑好了的话，他虚弱应该也好。但是这小子还好，阿拉夫漏了一下，不然的话我真追上去了。他虚弱这一波很好的，他虚弱好了的话我不太好杀。慢慢打，慢慢打。 被接婆一刀戳死了。这波我们举跑续上了的话，我们顺便往下路跑一下，把对面 ADC 给灭了。等队友贴兵线。A W 直接炸。这波的话后面有个拉夫，但是被大树给杀了。 工程小火箭，舒服。这一把又能出杀人书了呀！想看甜甜这一把，喂，不是，哎，没注意，没兵线了。我说想看甜甜这一把做杀人书的扣一，想看常规出装的扣二，你们来决定主播这一把做不做杀人书好吗？打的是一个王者分段单排70星的一个对局啊！ 不是低端局啊，不是低端局，可能很多人第一次看甜甜的直播，他会说不是这主播打个翡翠钻石局怎么这么装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主播目前打的是一个王者70星分段的一个单排呀、啊。我有个推特棒，这波我们剑魔在旁边，想看杀人数扣一，想看常规出装扣二。 OK， 都想看杀人书是吧？哇，这剑魔有点帅，兄弟！哇，不是我跑不过他。OK， 那么多人想看杀人书的话，我们先把杀人书的钱刷出来啊！这波的话，我们往上路走一下，不着急。先红路 Q 吸点状态，等会儿被狗熊一个 Q 给 Q 死了的话，有点。 全是助攻啊！我6个助攻，有点小难受。着急慢慢拉。这一波没干啥，这一波。直接把那个单收做出来，我们看能不能蹭到助攻。哎，没蹭到。 我们助攻的时间已经过了。OK， 杀人书已经出了啊！杀人书已经出了啊！
我还是那句话，王者七十星的局，单排八把三十成杀人输，没和大家开玩笑。从我开播一直看到现在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八把三十成杀人输啊，没给大家开玩笑，没有再和大家吹牛啊。有没有从我一开播就看到现在的观众扣个一出来？应该没有啊，应该没有人能从我一开播看到现在。那么我们三输出了过后，我们就要找机会叠三输了，在保证自己不死的情况下去慢慢叠三输啊。看这波小龙团怎么说，这波小龙团如果说对面要和我们接的话，我这一波小龙团就是我三输叠起来的契机了。好捆，这波的话注意拉扯。其实这一波不是很好打，这一波是他们阿拉夫等着过来。我们先走这一波，这波的话我们三叔刚叠起来不能死的话，三叔掉了没事。我们叠一下助攻就好。哎，我想蹭一下助攻，没想到 K 个头。哎，我有选择兄弟，呆呆傻傻奥拉夫。感谢妙不可言的关注啊！大家觉得甜甜打得还不错，喜欢看甜甜直播，有从甜甜直播间学到真东西的，每一点关注的都是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点点关注啊！目前打的是一个王者分段七八十星的一个单排对局啊，全国段位榜实时排名前200名的一个对局，八把三十成杀人输，八把场均杀10个以上。感谢亏海的关注啊！哎呦，这蒙多人真好，这蒙多还给我让一波兵线。这蒙多本来想吃这波兵线的，但是他给我让了。我再去中路吃一波，回家把星界做出来。这波星界做出来就好拉扯了。对面这个阵容的话，我们星界做出来很好打的。一个龙王我们可以拉扯他，一个狗熊我们可以拉扯他，一个奥拉夫，一个泰坦。这把星界拉扯神器啊！哎呦，我没开玩笑，这一波如果我没有被这个泰坦控到的话，这一波我五杀了，100%五杀。但是我被泰坦控到了，被捡了一下助攻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半管血，我一个顺风的吸血鬼打一个逆风的狗熊，一打三，两口把我咬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数值怪吗？不是，他一个逆风的狗熊，一打三，两口把我咬死了。哎呀，我三叔掉了呀，亏麻了呀，这一波，哇，难受，哎，不行，我下一次我得离这狗熊远一点，这狗熊伤害有点高啊。你能打死我？这波小心二了，一个红色，一个美女，这狗熊好针对我。全杀！游戏结束，有什么用啊？我不就又回到18层杀人数了吗？爽局，又是一把爽局，我只能说又是一把爽局，这把又没输的画面了。主播湖北的吗？不是湖北的啊，你们可以通过我的口音猜一下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了，反正不是湖北的。
如果说直播间有一个人能猜中我是哪个地方的人，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啊！老粉丝不要说话啊，老粉不要说话。来拿增益。怎么说？只要有一个人能猜中我是什么地方的人，直接给大家发一个福袋。发起攻击。不是广西的。我说话应该没什么口音啊。卡尔去联盟四，但是他今天把我什么队友掉了，他怎么往维特鲁斯那边闪？输的字了，兄弟！哎，这狗熊什么意思？非要杀我是吧？哇，满血瘸子被我秒在泉水里面啦！不是，我想问，就凭这一波满血瘸子走到泉水最里面了，被我杀了，满分十分，给主播打多少分？哇丢！这瘸子，我只能说求瘸子的心里面，心理阴影面。